大早上得往下一挪。啊，放下，然后叫空间大，然后把这个放下。嗯，把这个放下来。做好原先位置的标记。把这些螺丝，一个、两个、三个、四个、五个、六个，一、二、三。我特意借的吧，不会用这叫吧？不会，不会。只需要拆这一面，把这一面拆下，另一面不用拆。哦。放上，完了从这拖出来。从这边就能拖出来了。那边不用松吗？那边不用松，那边松，全是都松下。得松楼梯才能拖。你都拆掉了也行哈，这要是。都拆掉了。费劲。因为这个你不扯吧，它下面这个不扯，它不好松，它不好拿这个木地。嗯。它是扯完哪个就放哪个。嗯。嗯。那挑个四个内六角，把那边下面那个冲出来，下面这个并松哈。那边啊。卸上面这个，啊、上面这个冰卸哈，啊对。哦。我这洗好这个腿打，我空挂呢。这边光卸上边的。轻的吧，怎么没脱轻的？不知道，这也得有个四五十斤吧。这个倒是两个月能开动啊，这个惯了啊。这个特别厉害。嗯。看见了，然后我下午回去再整，你们都得五六百万，我还没弄完，我得弄一部分，我就是上半年不统计了以后，然后把上半年呢自然返回来，下半年还没。我不行了。
行，我就那么点儿了。你是个四个字，不够，我觉得，我觉得是啊，你说我够不够？够，刚够。啊，你得去哪？哪能才几个人，没有一个人。哎，我出来。啊，豆油表号。啊，这豆油没到，我都给你表了。你八十天都照着号对。嗯。其实不干活儿，是。真的，明明白白。那是好谈的，那就拔螺丝了。爸爸，你带上去了，带上自己哈。好。这个八节了就行啊，对，对吃了的，对吃到八节了就行。嗯，